是杨宇。到深坑带面面，带牲口来的人，来深刻带面面，熬粥懂，要带熬粥懂，一亩一就是二。亩呢，这是一个单位，亩就是这个亩，二亩，问亩，问伦，粉末，就是面粉，这个粉就是面粉，粉末就是面粉。这个粉呢，就是这个面粉，末就是末的意思，就是面粉，就是面粉。做这做做这做这，一缸一缸一缸，一缸橄榄油，橄榄油，橄榄。橄榄油，橄榄油，走，解腻，走，解腻，慢字，粮食，做祭祀的用的这个粮食，到深库牲口。带面面来的人，熬出斗一亩二亩，可能是两碗的意思。就是说，弄两碗这个面粉，一亩一就是二的意思。一亩不亩就粉末，粉末就是面粉。坐这，坐着就餐着，餐着。餐子的也高一缸，橄榄油，橄榄油，这个"缸"字呢，年龄大的会，有的年纪小他不一定会啊，有的年纪小他不一定会，他不知道这是一缸。以前他那就喝水的杯子就是"缸子"，"缸子"它是用陶瓷哦，搪瓷做的。他不一定说我都会，你写的我都会，说他根本就不会。有个人他洗澡去了，说你很拿个包把我毛巾，就是把我那个，他那个手巾，哦，他是把手巾给我拿来，把手巾拿来，手巾。好，那个人呢，他以为是把手机帮他拿出来，从那个盒子里拿出来，把那个手机他。他听成了手机，他听成了手机，他听成了手机，然后每个人喊他，哎，我洗完了毛巾怎么，这个毛巾还怎么还没拿来呀？哦，他走了，他回去了，走了，他就没听懂，这个他不知道这个手巾就是毛巾，他不知道手巾是毛巾，他不知道，他就不知道这个词。你别说以前哦，这都会，这个是缸子的缸我也会，他就没有用过缸子，他不一定知道，不一定知道。那个洗澡的这个是毛巾，别人说手巾，他就不知道，他说的是手机，你说他没听清楚吧？他也不是没听清楚，他不会这个词，他不知道有毛巾这个词，他就不会，他就不会。也缸一缸，这个缸就是杯子的杯子的杯，不是说哎，我是汉语的，我是他根本就不会，他根本就不会，他不知道缸子就是杯子，他不知道。也缸橄榄油，
一缸这个一杯子橄榄油，走简练酿制，这就是祭做祭祀用的酿制粮食。因为换年货，一看就会，因为这有人他说粮食这个词呢，他说是酿制，他会说是酿制，是吧？他酿制，这一看就会了。他们这个食字读成字，他就是这样读。那有的人他就是这样，他说你一看你就会了。以前那人他说话，他不是说根本就没有什么普通话，谁是普通话？根本就没有这些东西。他说的话，但是都那些观众什么发音都有的。他把粮食说是那酿制酿制，他把粮食说是粮制。所以说，一看就会了，而不是说，你什么都会，他都会，他根本就不会，他连那个手巾跟毛巾他都没有搞清楚，他不会，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听过这个词，他就不会，所以说，他学不会的。哎，他是个鬼，他们都是假的，我跟你说。多辛苦大年年熬着多一亩半亩，坐在一缸橄榄油，找简历浪子做技师的粮食。不是说你披一个什么衣服，哎，我戴一个帽子，我就是什么什么，他根本就不是，他根本就不会。我跟你说，他根本就不会。为什么说这些坏人？那他们就是要这个。哎，他要阻止一个民族的进步，他们有目标的，他但是他的终极目标，他不会说出来。